而另外一出戏剧啊，是最近你可能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出 Kuso 的乡土剧，叫做《职场人生》。无论是场景啊、演员啊、剧情啊，全部都像到不行啊。那么已经吸引了十几万人去观看了。不过呢，搞了半天，这是一出这个网络的短片呢、啊，其实是大陆的电脑想入打进台湾本土市场的广告创意。台湾乡土剧《夜市人生》难道推出了姐妹作《职场人生》了吗？剧中女主角杰妮佛与男主角麦可成为了升官大斗法，不论是场景、服装、语调，几乎就是本土剧的翻版。像是女主角呛香泼水，但人闹狠话也像极了本土剧的演员苗可丽。不管你安怎破，都无得惊。这个月底算我幸男主角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也很会抢戏。不过这其实是大陆企业自己打出的推销笔电广告。看了吗？这里不给你，姓佩的都写安尼用。搞笑剧情，网友笑翻。不过到底谁是姓佩的？原来这是大陆电脑为了打进台湾市场推出的乡土广告，大力吹捧自家电脑。Kuso的做法也自己创造了话题，吸引了超过10万名网友来点阅，实在是很有创意。中天新闻林东明、阮翔培台北采访报道。